Tim Burton 的电影通常一吻得来带点温情，就好像黑朱古力薄荷雪糕，甜而不腻。登堡这套电影是改编自1941年迪士尼的经典动画小飞象。可能有人会对迪迪尼每年翻炒一次自己而觉得厌恶，但是我觉得陈腔滥调和历久常新这8个字有它的共通点在里面，久不久就会想看一些令人相信爱和正义的东西。登堡其实不知道他肉酸的大耳仔可以令他飞起身，直到他被迫和妈妈分开，照顾他的一对小姐弟才发现他可以飞，建议他表演飞行，多赚点钱，将妈妈赎回来，这个才是登堡上飞的原因。照顾大象的霍尔顿先生在战场上面没了一边手臂，回家没了老婆和给他表演的马，但他还是很好脾气。他一对仔女很善解人意，姐姐美丽想成为科学家，艺团不是发展科学的典型地方，但他还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颈上戴着妈妈留给他的锁匙，寓意他可以打开任何将他阻隔在外的门。而登堡就是觉得自己需要羽毛才可以飞，他用自己的锁匙来鼓励登堡，告诉他羽毛也都只是个寓意，令他可以飞的是他自己本身。看这套电影有笑位有喊位，蜘蛛效果很完美，用泡沫重演在1941年动画《粉红大象之夜》很令人惊艳，有齐天布顿电影的元素，大额头、大眼妹、奇怪的装置、 Danny Elfman 的音乐，但今次就没了那层偏蓝的 filter 了。